個就係你耳道裡面嘅情況啦。咁係乾耳嚟嘅你，咁呢個係你耳膜啦，偏紅少少啦，不過 OK 嘅，冇發炎嗰啲。咁呢個就係外耳道嘅情況啦。睇埋嗰邊啊！是因為它鬆出來的時候，其實你皮膚乾燥就容易敏感，敏感就容易痕，就是那個片全部都是可能油耳黏著一塊塊。是啊，這個就是這邊耳朵的情況，沒什麼特別大問題的，是多數就是耳膜都沒問題，外耳道這裡都沒什麼大問題，輕了一點水水就可以。嗰啲係好誇張，要洗到黐到一嚿咁。係啊，要清都要嘥好多時間。最慘係戴眼鏡嗰下。哦，係。咁樣整緊過程裡面，如果有啲咩不適啊嗰啲，直接出聲就得㗎啦，唔使眼鏡。最慘是油耳是永遠都清不完，每一天都會有。還有眼睛。